今日想同大家讲几个咧，大家经常咧会读错嘅生字，都系有 L 呢个字嘅。第一个 fulfilling 呢个字咧就系、是、读 fulfilling， 而唔系 fulfilling。OK， 咁点样理解呢？将个 L 拆去后面读 fulfilling。好啦，下一个字咯，练习下咯。呢个字咧好简单，就系感受啦。咁前面就系学费嗰个字，下面咧就加个零 ，OK？ feeling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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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咧就唔好读成 feeling 啦 ，OK？ 第三个字就系绑架啊，应该咁样讲，系威胁嗰个人啊，唔系绑架，系威胁嗰个人啫 ，blackmailing。blackmailing， 咁所以咧呢啲牽涉到 L 嘅生字咧就唔好讀錯啦。嗱，俾多一個字大家 ，killing，OK， 或者殺手個字 killer， 唔係讀 killer，OK，killer，killer。留意呢啲字讀錯咧，外國人可能未必聽得明嘅。